再看人民贵，三夜不成发个声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阿飞哥，来吧，接下来咱们就来帮咱们粉丝抽武则天啊，这是昨天晚上中这个免费帮抽648的粉丝啊，接下来咱们先来帮他冲这个点券啊，648就是上次的号，给他免费抽648，自己出钱抽648，然后来给他打造账号。说实话，这种低端局啊是特别的没有挑战性。有的人肯定要说，那这个你除了会说这句话，你还会说啥呢？那不是会说啥的问题，这关键是真的没有挑战性的。你给他点，真是来吧。60的幸运值，咱们先来帮他抽那个50发的这个武则天，来吧老公，快点上岗，直接绝杀，把这么低端的问题就解决掉啊！用超低的幸运值抽中荣耀水晶，才是我真正的实力啊！最高的人生记录达到了是28幸运值，从零幸运值开始抽，抽到28幸运值，给他抽出来的荣耀水晶。第二个排到的是35幸运值，这是我死神来了，你敢拉掉？哎呀，真过分啊，真过分！代表这是我的记录，就是一个28，一个35，这是我给粉丝抽的最低的。然后别的话就是有40个呀，也有50个，不过那些都不是太低了，不是太低了啊。来吧，这个准备卡单抽网，出来了一个这个局内特效，刚才我看见了，四次单抽网，先来卡4次单抽，然后就可以开干了，然后直接就把对面给他干蒙圈，走你！好的，109幸运值 ，OK， 类似建设税。修仙天下，每天晚上每首正常简单恶意外情 Pitiful BJ 天上的音乐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真正的喝水抽奖，九流一发，直接绝杀天美老公，你给我上官，给我抽出来了一个皮肤推荐啊，非常好。你给他掉这张，来吧，来帮他买一个这个公孙离的皮肤，漂亮！再给他来一个虞姬的皮肤，漂亮！反正我还有1000一点点，那我也知道买啥了。英雄皮肤4颗，相信你们已经猜到了呀。白龙印不够，那个老姐有7张优惠券，满这个什么什么388，现在9月20191月20号截止，过期了都。妈呀，他的都过期了都。优惠券现在能买吗？特惠。叶子，哎呀，你再来啊！还不能买，不能买就算了吧。那个阿莲，三死人，贴霸吧，贴霸这个比这个白龙吟啊也不差，甚至更加受到广大小伙伴的这个喜欢，对吧？来，找一下那个体验皮肤。他的号原来有没有点击我记不清了，给他升20点了。走你出，好啊，没有出，没有出也无所谓啊，看一下啊，是个星耀段位啊，还是刚看到星耀段位的粉丝，还是不错啊，挺厉害的，看一下战队就知道他去来了几个皮肤，4个皮肤啊，死神来了，无限星赏官啊，云泥雀伤，还有这个街头霸王。当然了，这种低端局太没意思了，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，就赢了，就